最近的广州人，前几日爆大镬，广州人都唔多个，排长龙去打针，记得俾多啲耐心。搭地铁去翻工，口罩千祈唔好松。喺公司想倾偈，有嘢可以手机睇。想出街去行下，记得打开个绿码。去食饭用公筷，最好唔好坐咁埋。广州加油！广东人考试有多讲一头？高考定在6月7、8号，就是希望大家有信心。大家跟我一起说：录取吧，录取吧，录取吧，录取吧。高考点解定喺6月7、8号啊？嚟，大家同我一齐读录。记住啦，儿子，笔带了吗？准考证呢？来，牛奶带上。阿仔，袋住封利是佢，好意头啊！啊，仲有呢条红绳，带埋佢，好意头啊！啊，仲有食埋呢个高中松啊，都系好意头啊！吓？麵包啫，有咩好意頭啊？你聽住啦，啱啱學噶。高中學生高中心，高中心和高中生喺五棵松食雞蛋糕裏面藏肉鬆嘅高中鬆，食高中鬆嘅高中生高考高中更輕鬆。你睇下呢個 A 一高中鬆，除咗好食之外，翻學做早餐都好方便噶，仲識得拉絲添。哎，叫你攞住就攞住啦。哎呀，這座位可以啊，還靠窗，這考試狀態肯定行。67號課室，44號座位，好嘢。喂，阿媽。帮我联系下高四。当你去广东人家里做客，阿姨好，快啦，嚟得啱啱好，今晚又口福啦。呢味就系我哋广东名菜咸鱼茄子煲。得咩得咩？味道挺特别哈。唔啱嘅，哎唔紧要，仲有呢个虾酱炒通菜，我妈见你嚟先煮咋。得咩得咩？这不是说广东人吃得很清淡吗？哎唔紧要唔紧要，食唔惯啫。嚟试下我呢个腐乳五花肉，今日啱学噶。得咩得咩？又唔啱啊？可以说让我妈妈兄弟，这个可以。得咩得咩？试下先啦，呢个就红花油味，先就广东正宗味道啊，而且系零糖零脂零卡啊。嗯。感觉心跳加速，感觉天翻地覆。哦吼，沙士，这玩意儿也太上头了吧！我不客气了。哇、还有吗？哎呀，咁好胃口啊！我仲有啲饭后水果啊。得咩得咩？当你在广东租房，不是吧哥，你这房子也值800。喂，800我整周啦，有乜有乜啦。不是，你在网上说交通便利，可我在这里走去地铁站要20分钟啊。哎，所以话你唔识嘢，楼下咪有电梯啦，5蚊鸡电梯直接去到地铁站，交通几方便啊。嗯，那你说这里配套齐全，拎包入住，连个空调都没有，广东的夏天这么热，我不得热死啊。咩啊？你睇下个窗咁细，仲要握手楼，啲阳光晒唔到入嚟，点会热呢？仲有啊，我咪留低咗啲竹席同埋配线俾你咯，配到几齐全啊？那温馨居室，简约精装呢？喂，靓仔，压价唔系咁压噶，你睇下埲墙，几白几简约啊，冇点你噶。那这就货不对版啊！喂，靓仔，800蚊差不多噶啦。嗯，那我走。哎，等阵。睇你拎住个书包就知道你系啱毕业嘅大学生，油光满面，肯定系走咗好多间公司面试。一句讲晒，啱毕业搵紧工，冇工资手头紧，最多咁啦，短咗俾你签半年，嗌咗负一，请走。